嘅時候咧，似乎就好似俾人覺得好似咧，喂，即係二樓啊、三樓啊咁樣嘅，就嗰種壓力咧，反而有。一試定生死，去小學生過呢層路，結果七八年被學良測驗取代。當其時，一啲中學會預留一啲名額招收學生，派報名表嘅時候就大排長龍。今日升中試同學能測驗早已取消，但每逢中一派位，家長仍然要為仔女揾學校頻頻搏搏。咁啊，好似啲 jazz 咁樣嘅，嗰陣時嚟講幾新嘅支歌，初初聽嗰陣時就會感覺未曾好接受，但係因為你知道咧，一個長劇播足半年啦，係咁慢慢聽，慢慢聽，